北港这间店中面摊已经传到第二代，伫北港有两间摊，因为店中人伫含中华店中改名，定定互外地游客好奇问这店名，是毋是含中华店中有关系？还算老遐个名就好落来啦。我想讲伊都做遮久，伊个店已经伊嘛从伊少年就伫做，做啊老来咯。啊，大部分那咱遮出无外地来，拢在人会要食，要算会找咱种老板。现在北港店中面摊的高龄企业曾经登上中华美食榜页，好业者也感觉真意外。恁的，甲恁的，唔知介绍一下，哎呀，唔知，哎，可能唔知。我因可能也嘛，唔知是咧做网站的人的问题。做了对。北港店中面摊会当维持53年好口味，全靠这店内手工制作的面条以及招牌胡椒米糕。那在地民众南方也请国外游客光顾。我个朋友来，阿姨。较早个拢较有一寡，迄个会讲是讲算有熟悉的，会讲捧这个糖啊倒去食，啊食这个糖啊，这個、糖啊才阁摕起来幸运安尼啦。因为主要就是要看这个物件跟遐个无同啊。北港店中面摊又含中华店中共名，意外提悬知名度，也吸引外地游客好奇光顾。记者李嘉山，差不多。